希望往后余生处处都是你。永安梦是由欧阳娜娜、徐正熙等人所主演的古装爱情剧，剧情改编自作者发达的泪腺的小说《长安第一美人》，讲述了负责公事的都官尚书沈文琪一夕获罪，身陷牢狱，两个女儿沈染、沈真也因此先后落入泥沼，尤其是女主沈真一向养在深闺，不谙世事，此时流落街头，难以自保。正负责调查此案的廷尉陆时彦，也因为频频梦见自己与神秘女子的种种牵绊而陷入了困惑，而梦中的那人就是女主。男主一步步走进她，也一步步走向自己未知的命运，两人经历生死，交托信任，彼此情根深重，而男主亦不负所托，在女主的帮助下查明案情真相，然而真正的幕后黑手却向两人默默逼近。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更多的新剧资讯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